我要是猜对了的话，四把锁全是我的。行，要全是我，我在地下打滚儿，360度可以。突然很想让他对，是吧？然后我想想拍下来。我们这次是团战，不是个人战哈，我们就非常简单，把大家现场就分成已婚组和未婚组。好，然后最后每一组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，我们最后来看哪一组获胜的多，这组全员拿到爱情的小锁。好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分组讨论开始。好，我们这个组有一个执着的人。能能，哎，你给自己起一个能能的后援会的名字，叫能啥呢？你叫能量，能行，能行，能行。其实挺明确的，有几对肯定是特明确的。欧瑞恩他肯定是看罗隐的，但是他今天有一句话，他说他要再看看，他要再看看。其实他也挺没有安全感的，对，是，但他肯定还是想看罗隐的。对，没错，先看罗隐，再做下一步。好，愉悦呢？罗拉，愉悦看罗拉，肯定看愉悦看罗拉。罗拉，愉悦看罗拉。小一点，不让他跑。周锦顺肯定还是罗隐啊。对，周锦顺没有什么话。王能能和罗拉，王能能罗拉，你相信我？绝对，绝对同意。是，你们是一样的人。是，你会选罗拉是吧？那好，王能能肯定选罗拉。肯定，我跟你讲，罗拉最后肯定也选他。No， 那不会。No。我跟他们说一声来。你干嘛去？你可以跟他们说。那个，罗拉和王能能。你还帮着？真的。好，我帮你们加分呢啊。好，他说的罗拉。哎呀，罗拉肯定就只看他的是吧？一门心思喜欢他。罗拉从最开始一票没有，现在有两个人了。他整个就是很受欢迎，很可爱啊。嗯，他很真，他是我觉得最真诚、最真实的一个人。就聊天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很刻意在干什么。周南会看。周南真的不知道啊。周南跟黄建恩去约会了。快到了啊！快到了。所以目的地是哪儿呢？就那边。啊！而且好像约的还不错。对，我觉得是这个。杨梦静呢？王能。杨梦静，梦静看能能。对，罗隐。哦，这他黄瑞仁。我觉得还是黄瑞仁。有没有可能出于礼貌的原因，他又煲汤又怎么样之类？哇，莲藕汤，我最爱喝莲藕汤了。我觉得女孩子不会礼貌，她一定是相信自己直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罗拉，对，好。讨论好了吗？讨论好了，我们也好了，来走 PK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，赢了。感觉都一样呢，我怎么觉得？哎，是一样的。真的假的？因为这个还比较明显，对，不像第一二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先亮一下吧。两组答案完全一致，那我们就都可以送锁。不一定啊，都不能送锁，都输了呢。其实我觉得罗拉还会看王能能的，只能选一个人。我是第三组，你们两组，你就是保留意见。对对对对。那你这样，如果你这个猜错了，只有你一个人不得锁。嗯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如果我要是猜对了的话，四把锁全是我的。行，不多少把全给你，全是你的。行，要全是我在地下打滚儿，360度可以。突然很想让他对是吧？然后我想想拍下来，我庆祝一下。